Chakirip. Get it. Chazze. 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这就是在讲历史啦，吼。啊，咱大家所拜的天神公吼，到底拜偌清楚？哦，啊，我吼在讲历史，因为咱台湾历史有四百年，要讲起来吼，讲个几啊十天，真久讲不完啦，吼。所以我即马逐节课在讲的都无同款。啊，今天要讲的就是电视王朝，就是电视王这个王朝的第二段。啊，头一段是讲什么？稍微讲一下。头一段就是讲电视王的老爸是海贼出身，啊去做明朝的大官，做个三个部的部长。哎、欸，啊，但是哦，伫干那伫管福建省了尔，啊，清朝哦，全该引诱，讲哦，我克三省总督的因啊，伫等你，就是讲你来做三省的总督，啊，三省是多三省，就是福建、广东、广西三省，啊，这个田子良哦。上当去做汉奸，啊，都去啊！啊，去了后，这个头做汉奸的，哦，跟咱马英九那做汉奸，头去啊，啊，刷落去，完全变一个要一个泉州城，啊，泉州城的司令、守兵。因一个有十万名的兵，加六百台的舰艦，想要抵抗，但是讲，恁头就在阮遐咧，啊，你要抵抗什么？啊，全都自己开社会自己，就是讲啊，我们都是同胞啦，哦，啊，自己，啊，自己了后，满清兵敢有甲这个？电视王朝的部队看作是满清人，绝对无嘛，全烧杀掳掠，全把这个电信公的老母强奸，电信公的老母吊刀自杀，所以电信公发誓对满清要来进京。所以老爸去挖满清，囝还满清，的道理在遮，即马即点解破给大家听。啊，满清来拍电视王朝，拍袂过，拍袂过，伊用个什么方法？都有人建议一个叫做平海五策，因为满清的官员哦。拢是陆地官员呐、啊，哦，无迄个海战的经验啊，所以什么叫平海五策？有人给建议，啊，这平海五策是安尼，伊干那金门、厦门两个小岛那里啊，都是伊建议讲将山东。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四省沿海三十华里的居民全部迁走，吼、哦！啊，那不准人民住在这个海沿海地区设立边防，安尼陈成功不攻自灭，就是要甲别人相争，就是为家己的巴肚先给占落去，你家己的。海花三十华丽，袂使大人。这个吼、哦，这条是上毒上毒的毒计。汉人在这个条件下啊，死几千万人，无记录，
因为那30华里沿海是海里人去拖海掠鱼生存较简单。啊，你30华里袂使带人，啊，袂使带人牵一只来对，啊，敢有牛食通食？所以啊，这个迁移是上侪人。第二，所谓专家全部个消去。哎，这个价值是什么价值？各家去遵守小印象。好、哦，寸帮袂使落海，一寸帮啊，你都唔好落海。好、哦，安尼半年，电视的海狮专家都无通这个精力啊，保修啊，因为树啊拢烧去啊，所以这叫。无见贼快死，完全政府听落到就讲，这好价值的哦，这实在是真歹价值。啊，我去金门，金门的人就讲哦，当时电线工把因的树啊错印杀，我讲唔对啦，完全把恁的树啊错印杀，唔是电线工把你的查错印杀。第三，平海五策的第三点，地基梁虽然压掉的，哦，这个人哦应该严加惩治，就是哦，伊道歉哦，案件无要道咧，都对这个道歉的人该抓起电，这是第三条，第四条。因家的祖坟啊，这中汉人就相信这个风水这项代志，这项代志是没啊无一只。啊，相信风水，断家因的风水给挖起，哦，断其命脉，啊，不带珠而自灭，就是免给抬一家去自灭。第五条。投诚官兵，善助各府。哦，伊去各县垦荒。你知影？你若导航，你的军队，敢要互你食好穿好？你投降的军队要互你食好穿好，绝对无嘛？把你装拿去当炮灰嘛？哦，袂输，咱台湾。历史战争失败了后，中国人把咱掠去上海去做炮灰，掠去金门做炮灰，吼、哦，就同款道理。这叫做平海五策，这个五策吼、哦，好汉人死真侪人。所以。伊都沿海30华里来，吼、哦，居民数百万户离乡，苦不堪言。哦、啊，当时有人反对，但是反对无效了，吼、哦，反对无效。厦门这小所在是弹丸之地，你唔是去个偷，该偷。征讨，啊！你用个屁？天朝成何体统？你这满清政府到底是什么政府？你唔敢修建的政府，哦、啊！过时出来的时阵，寒暑日，官兵一到，百姓都抛弃田宅，哦，别坟墓。好气而爆，好、哦，全哦，大家拢靠去走。命令一到，大家拢搬，这是真恶极的满清政府。哦、啊，你有钱人用加炸一寡粮食，啊，无钱人无几工爱粮食，啊，刷落去无牛通食。无物件通食，
啊，就沦为海寇做山贼，颠倒家己内乱呐。江南余言富强之资，哦，即寡趁钱的物件不爱太去趁，哦，啊，啊，今日是兵不守沿海千骑地，哦，啊，这真歹。但是即款的言论，完全政府听袂入去，伊甘愿奈听袂入去，哎，死啊，死汉人呐，唔是我死我本身个人，是恁死较侪就好啊嘛。所以一认为满人深信千界海禁是不战而坐看其死，免求见都看得死。天下有这款的，你就知道这个政府单位哦，这恶劣情形到个这程度。有三四两项政策是对陈成功发的啦，吼，会毒计，吼。因老爸被谍于燕市，因老爸吼，去予人谍，就是讲真恶劣的刑罚，敢那五马分尸迄款的台死，吼，祖坟。因阿公、因阿嬷做的墓，拢去用挖起来，哦，这点上刺激陈成功，哦，啊，对着投降的官兵哦，彻底实施，哦，这彻底实施后边会讲到，派这挂导航的兵哦，去韩代作战，你知啊？在台湾的兵是热带兵派去黑龙江以北去捡，去沙漠去捡，都叫你去死就对了。哦，啊，还有平海五策外，还有收拿武商，没收正式田产。平海五策以外，还有武商是什么？陈成功他们真有钱。真有钱，有五箱，有五个箱虾，吼、哦，做生意。啊，这箱虾一个是东边，甲日本是做生意；西边就是南洋，吼、哦，郑和下西洋，其实是叫做下南洋，甲南洋做生意哦，我赚的钱真多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款物件哦。收拿武商，没收正式田产。哦、所以哦，电视的迄个田产哦，在中国大陆的迄个财产拢向没收去。在漳州，诶，这个黄吴投降耿精忠，简便，简便是啥意思？就是讲哦，你若要做这个满清的人哦，你头张买有哦，你。头前爱跳一根，啊后边爱有辫子，吼、哦，啊你若不爱做满清的兵哦，就是辫子剪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1674年耿精忠反清的时阵哦，吼、哦，已经反攻大陆，吼、哦，甲耿精忠不和，耿精忠再度入去漳州，哦、黄方度转向郑经投降。但是暗地国甲满清交通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时阵哦，人也看破，吼、哦、黄方度吼、哦，所以抵京围攻漳州，十月漳州副将吴淑开门迎接郑经，黄方度跳落去进也自杀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做汉奸的下场，吼、哦，这个。人体分裂的酷刑了，他都要讲蝶形了哈。哎，咱也够有一个观念，咱讲三房之乱，对不？你迄是徛喺什么立场在讲？徛喺满洲人的立场讲，你得加乱嘛？好、
那徛在汉人的立场，应该叫做三反抗清嘛？你对抗清朝唔得掉，那讲之乱，你家己在乱哈、哦，是满清人唔掉哈。西龙这类人哦，要注意，这类人是怕台湾的将军哦。行清之前哦，是丁仙公的将领。丁仙公的将领干哪有只有殉职、进阶、捐躯报国、战死不屈的将军，无迄个卖主求荣的迄个将军啦。但是西戎、黄吴哦，临察作碑吼、哦，啊，毫无民族意识，以后的人叫伊汉干，哦，西戎是汉干，哦，对哦。完全利用两个人向丁氏其他的将领招降。西戎黄吴借各种理由分化郑氏王朝的内部。郑经继位时，王位争夺是一个制造分化的大时机。郑经继位，这个问题真大。丁经吼。是丁仙公的大件。丁仙公来台湾，一年外就死去。来到台湾一年外的时阵哦，为泉州传来一个好消息，讲丁仙公啊，你做阿公啊啦！哦，丁仙公讲遐尼牛哦，哦，阮囝遐尼牛哦，哦，丁经才十九岁啦，你都会晓生囝吼。啊！但是，佫收到一张批，讲你是做老爸啊，做阿公，奇怪，什么叫做老爸啊，做阿公？原因是生田经的囡仔的这个查某是田仙公的生老死的查某，安听有无？乱伦啦，哈！啊、所以丁仙公哦，王位无要予丁经啦，予因小弟啦，吼、哦，这要大家讲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分化，这就是王位争夺分化的大时机，这嘛是一个证明讲，为什么丁氏王朝在台湾但拢总23年啦，尔，那遐短命，吼、哦，这叫做碰头短命。啊，阁有真侪正太向台吼、哦，证明黄吴四郎之辈造成的伤害吼、哦，就是去来干啦吼，汉干吼，啊，也阁有即、這个丁仙公的即、這个诶部将吼，因有伫漳州海城两个战争，1652年攻海城。二个讲常态，四个来为漳州，哦，啊，清兵来救吼、哦，嘿，来救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提前讲安尼啦，好，你要救吼、哦，好，搁较侪兵，好，你就去来对救，家你先家你封起来，啊，结果漳州城内底吼无物件通食，啊，你那厝的吼、哦。那照看有烟挡出来哦，大海厉害啊！迄兵啊，就来领导抢家。你有得资本吗？哦，这危险啊，这挺多了哈、哦。但是漳州城哦，要就死，拢总死70万人哦。哦，这个漳州城和满清三度派兵。我这是简单讲啦吼，啊，用个水灌漳州城，吼，啊，兵多粮食少，啊，兵夺民食，人民不敢举烟，哦，啊，人食人，漳州城搞个这个挺多，哦，所以这个这场的战役很厉害，哦，
这是一张地图吼，伫甲你讲即厦门市啦吼，漳州在伫遮，漳州市伫遮，吼厦门，金门伫对面，金门伫遮。高个满清派常用的将军金立，第四次征兵来救漳州，才解开漳州之围。总共半年，有10万军师阵亡，准点清代，漳州军民四月三城，死的路中后七城，战后。挖三大窟、叫做同归所、万安所、万公所、这个我在说我们台湾的历史，说我们的好兄弟，好兄弟就是说死在路边的一堆反满清的人，死一堆，满清敢无甲你收尸，无甲你收尸了，咱台湾人都该捡尸体个个袋，起一间小间庙啊，这大间叫做幽燕宫、大梦宫，这挂都是咱的好兄弟的由来。但是漳州城嘛是死过了10万人，七个海城县城派去摆鱼仗，郑成功指挥自若，敌攻未成，双方激战，这个满清以圣旨将满清最勇猛的金立将军金立固山召回，以免造成损失啊。满清常用的将军哦，卖给死的吃了，该召回了。再个满清统治下的漳州城，有一个刘国轩，私自到厦门参见冯承嗣，了后，经过冯承嗣引荐郑成功，伊来投靠郑成功，所以。再给崔义郑成功就驱进至漳州，漳州城攻击去郑成功的手来，所以这漳州城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完全跟这个郑成功弄得抢漳州城，这个郑成功他的年号是这个一奉旨一两次南下秦王了哈，怎样讲也王吼、明帝吼、直接有难吼、所以亲自率军南下，但是行到半路，你的军队走，满清兵踮咧后边来打你的这厦门。来拍厦门下啊！奇攻厦门，所以吼、无法度通去南下秦王，转吼、回师厦门，所以头一遍南下秦王中途而废，第二次嘛是同款，秦军过来，所以嘛无成功，第二次是要讲啥物？讲郑成功，你的囝来个明朝的王室的这个子女来结婚，两个来联姻了，但今嘛讲无成了哈。这就是当时的地图了，这些名士招来家跟广州城这海南岛。但是郑成功冇北伐两次，第一次七年来，漳州海城先游哦，拢不得不放弃回到金门厦门，所以伊的结论就是讲，
咱吼干脆北伐啦，吼、哦、北伐吼、哦、破崇明，吼、哦、瓜镇，直取南京。啊，那南京呢、啊、得中原豪杰跟川湘银哦等等响应吼、哦，就中心有望，就是讲咱来反攻啊，反攻大陆啦、啊，哦，就是二次北伐，第一次北伐啊。哦第一次北伐的时候，他率领17万的大军，其中有追师、骑兵、步兵5万人，另外有2万人机动部队，还有铁人部队10000人。什么叫做铁人部队？铁人部队就是说，身躯穿箭甲，穿铁的箭甲，啊，这箭甲真长，长到哦。到卡超过膝盖，哦，哦啊，这个铁甲兵佫配合藤迄、那个藤牌兵、钉牌兵啦，即马钱啦下来，爱有一个盾牌嘛，啊，这盾牌是用个钉做的，啊，钉你钱来下落下袂起，但钉轻，哦，啊，这个。你若要过溪的时阵哦，即、這个穿这铁衫要过溪哦，你嘛沉沉死，所以有即个藤牌哦铺掉的，阿玲都无法度通过去。哦，当时派大军去，女眷亦随军出征，查甫人啊缀个即军队行，哪会查甫人啊缀个军队行？因为迄个时阵的海军哦，是规个家族拢坐一台船。大波查波囡呐，吼，拢坐一台船去见，一船的见证，所以女眷亦随了，吼、哦，女眷随军，董夫人，吼、哦，甲郑成功、朱雀，吼、哦，6月13大军出动，吼、哦，啊，一路顺风，但是舰队到达阳山的时候，风台了。翠巨舰百余，船哦有百外台去，和风台吹派去，啊、哦，无多士卒没8000余人，有8000名的士兵哦，伊才17万人，有8000名去死去，所以第一次北伐哦失败，哦，此役郑成功之妾有6位，郑成功小三呐、啊、哈，有6位小三哈，甲第4个囝、第7个囝、第8个囝，拢去阴死。哦，这内底解说，郑成功除了有当夫人外，也阁有8妻妾，一个人娶9个某了哈。啊，当时哦，做一个皇帝，甲娶9个某，足正常个啦。哦，你莫想我无正常哦。成功有10个囝：郑经、郑聪、郑明、郑瑞、郑志宽、温柔发。但是第8囝温柔，第10囝发均为遗腹子。这几个囝哦，成功39岁死的时候，这查某已经怀孕了，但是还未生出来了。被告斩，三子均为遗腹子、哦。第二次北伐，哦、第二次北伐，各派17万大军，哦、啊，这边就真成功，哦。郑成功带必胜的决心，哦，去了要夺南京，哦、这个。满清的铁马吼、哦，铁马吼、哦，马来要过来盖剪的吼、哦，啊，即马即个郑成功的部队吼、哦，都逆江而上，铁马的部队都沿江，你行啊多过就地多行，啊，郑成功行啊这边，行2、3天到这，扑个只挖田，回来，逆江的时候较慢，逆江的时候铁马安尼
了了行落第二个钓，啊，顺水的时阵，哇，因走到要死去，啊，走到要死，走到遮来，哎，这阵个个无爱带带只，搁起去，吼，啊，因咧体味多，啊，你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个，迄，这个满清的铁马部队先到要死去啦。洪承畴，洪承畴哦，这是这嘛是算汉奸呐哈，有铁骑千人复员哈，铁甲如雪了哈，啊，一万五千人忽进忽退哦，哦，无多哈，清军三却三进，郑军如山呐哈，郑军疾走如飞，自马前杀入，三人一伍，但是。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，陈胜公的部队登陆，随着这个清军落去战。啊，清军战的时候，因的舰马哦已经尽显尽显啦。啊，伊个有铁人部队，个有啊，因了坐船的啊，不勉强出力来的吼。啊，就按落船的时候，拢大家拢进入来，甲这甲清军哦击毙千余人，杀死千多人。八月十四夺幕府营三座，什么叫做幕府营呢？满清在要对抗，在长江要对抗这个陈胜公的时候，在长江上面哦，起了一个幕府营茶座的这个军队哦，放个茶一大片茶的殿头哦，幕府营哦，伊夺了三座哦。啊，炼铁哈，好、哦，铁链呐吼，安尼锁掉的吼，火力袂当渡江，安改个舰等，好、哦，啊，九日陷镇江，控制了南北咽喉，滞留五日，接着陈胜公的部队成功拍啊，这个镇江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个时阵哦。都有这甘辉，就是陈胜公的部将，都建议断甘、瓜州、山东之师不下，据北固，则两泽 之路不通，南都可不劳而定矣。好、哦，伊建议讲，即马都赶紧来拍，好、哦，但是无去个采用。八月二日到个金陵，金陵就是南京。八月二日到南京的时候，因为落雨稍微停下来了，啊，八月二到姚继明太祖陵，就是已经拄到南京城已经进军了，姚继明太祖的陵位，这个时阵，鲁王的兵啊出来啊，啊取徽州，哇，这一片兴盛的样子，哦、江宁空虚，清军暗地向哦郑成功商讨投降条件，清军就讲啊，我要来导航，哦，要安怎导航呢？哦，你安尼啦，阮的军队哦规定啦，阮若守城三十天哦。哦，啊！你才甲阮讲到哦，阮拢放弃啦，无要甲你战啦。啊，若三十天内底，阮一定甲你战啦。啊，陈胜公上当，你赢你都甲战去嘛。啊，那等三十天，等三十天，伊个援军都来了嘛。哦，满清的迄个援助的军队来，这陈胜公这一次上当了。伊到镇江的时阵，江北的县民哦，张灯结彩来欢迎。但是啊，因为陈胜公的部队休三十天无战的时阵哦，士兵哦都去佚佗、去钓鱼啦、去佚佗啦吼。哎，满清的部队过来，陈胜公全怕输，吼、哦，怕输，阿、啊、走。但是前啦吼，要未拍输的时阵哦，
高树临江四灭湖，雄狮十万气吞吴。试看天战头边渡，不信中原不信朱。哦，因为明朝的皇帝姓朱啦，朱元璋嘛，哈、哦，所以，但是皇国因用个拖延战术，所以满清的兵哦算尖牙。丁显公第二次北伐战败，哦，真可惜了，哦这满清的部队来哈啊，兵力损失十分之六七，战将丧失十二人，哦，收拾残兵十得二三而已。郑成功准备直散，哇、哦，这回战争是应该赢，安奈怕个输去，准备直散，哦，啊，去有人动掉，哦，啊、哦，十月回到金门、厦门，结束了第二次的战争，啊、哦，第二次北伐。这个人的战争哦，这一个政策错误哦，输去，哦，无这历史会改写了哈。啊，你输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人家的军队再犯厦门，过来厦门，过来建，哦，伊过来建厦门的时候，哦，在一六六零年六月。派二十万代满汉大军，哈、哦，二十万满汉大军哦，其实满人哦可能三万那里啊，哈，啊汉人哦十七万的哈、哦，因为投降哦，汉人很喜欢投降，那有钱都绝对投降，啊，那有官上做嘛是投降，哦哦啊投降的兵哈、哦，啊来捡哈、哦，金门厦门哈、哦，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。这个时候，郑成功率巨舰，来专德干舰，舰来舰去，虽然是无输啦，但是损失真重啦，这是船啦，现在准就是舰准了哈，东西的舰准是按你这款，这是炮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炮孔的炮位哈，哦，这是丁显光的船的帆船，完全哦，对付正式御脚不能胜，御服不能成，因此体验到用兵不是解决的方法。要给他拍，又拍不赢，要给他安抚，又不听，哦哦，所以让汉民族痛苦异常，沿海实施惨无人道的迁界，使郑军断绝沿海人民的支持，这加深平海五策。平海五策就是讲，把沿海三十华里的人哦迁走，树啊、厝会灯哦，遐拢空去哦，啊，这个政策完全用个这个政策哦，所以哦，但是。阮诶，丁显公诶部队也无阿多个战争啊，吼，哦，无阿多战争诶时阵哦，他国不离三中，他想着台湾，他要来摕台湾。台湾毋是他第一个印象，第一个想要的，哦，啊，台湾迄阵叫做啥？叫做东都，哦，迄阵有一首歌吼，一首诗吼。气归气气气，东都看来去阮有某，毋免长山遮艰苦。哦，气归气气气，东都就是讲台湾看来去台湾啦，来去阮有某，就是台湾欠查某嘛，你去拢查甫嘛，来去阮有某哦，毋免长山遮艰苦，这是
长线是真艰苦啦，吼，渐进啦，吼，好。之前讲第一战争失败的时阵，但是第一六五六年的时阵，伊对荷兰人甲第吕宋的西班牙人，发布一条贸易禁令，彻底禁令。对，讲你，因为菲律宾的华人，吼，就是菲律宾的华人，就是拢讲荷兰话的华人，吼，去互屠杀三万人哦，伊讲你安尼哦，袂使船袂使过，袂使为台湾海过，袂使为南洋过。啊，这条命令下落去了，船哦，无船为下过。啊，这个荷兰人啊，我无船会当过哦，汉人的船拢无来，我要安怎生活？我袂生活，船哦。派一个人哦，何斌哦，稍等有相片，我你看何斌哦，提答应一年5000纽银，建批10万支、10万支机剑啦吼，哎，硫磺铅弹，硫磺就是咱在北岛阳明山有出产硫磺哦，迄是做炸药的。必然的用品、哦哦、要求开放。何斌这个时阵，独家陈成功这边提出台湾的利益。本来陈成功无甲台湾看在眼内，伊甲台湾安怎讲呢？田园万顷，讲产能哦有几万万顷的哈、哦，沃野千里。荷产哦，千里，享税数十万，哦啊，附航海图，个一个航海图，你若要拍台湾，都爱安怎拍？哦，一个海图和陈成功，这是在1656年发生的，哦、啊，到我1600年的时候哦，这个人就是何斌了哈，这个大概是真的何斌的像哈。哦李成功看到吼，金门、厦门两个所在土地歪了吼，啊，佫看到台湾讲田园万顷，税饷数十万，嘿，心动，准备要来打台湾，专召开御前会议，讲咱来打台湾，啊，来开会。南疆伊分做南疆佮北疆，虾米叫做南疆？虾米叫做北疆？南疆就是这南部的将军啦，吼，北疆就是为满清导航来将军啦，吼，南疆拢有某仔囝伫个吼，拢讲后摆卖去卖去啦，啊，北疆讲来拍啦，吼，到尾就陈成功无插伊，讲拍落去，吼，就来拍来拍台湾。大体上北将哈、哦，倾向来向主张怕台湾哈、哦，南将反对东征，哦，过当年一个哈、哦、6个月了，知影台湾的荷兰人因为惊郭姓爷，惊陈成功为巴达维亚，就是为何？为印尼派来迄个援军吼、哦，搁转去啊！这个时阵，全讲好来打台湾，吼、哦，全来打台湾，吼、哦、啊！打台湾的时间是1661年4月21日，1661年4月21日，哈、哦，古历3月23日，中岛陈成功起兵25000人。舰船900只，来个平湖都无饭通食啦！来个平湖都无饭通食，要变怎？啊，个风雨个有哦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伊讲去
各多数去查看有啥物物件通食，番薯啦、大米麦啦，啊，啥物物件通食？但是伊讲不足当大师一餐之用，你带25,000人，你食一顿都无够。啊，所以陈显公因为有这个海岛，伊避开了热兰折成的炮，荷兰人有在保护这个因的岛屿台南，啊，避开那个炮位哦，转登陆，哦，一上岸，把荷兰军打得落花流水。郭姓爷的军队有弓箭兵对抗荷兰人的枪兵，军队够铁人军，每人请剃左的纱，铁片长度淹住膝盖以下，保护到两脚，这是武装齐备的军队哦。啊，这个无视洋枪队的威力，没有一个人将死亡摆在心上。这你会记得，我常常在说荷兰人跟英国人，他们说我们两个荷兰兵还是两个英国兵都有法度打败你中国兵50名，是你的25倍的威力呢。啊，怎么来到这里打输？因为没有一个人将死亡摆在心上，我下钱啊！你用个枪拍，我下钱拍啊！拍死隔壁这个，我嘛是照下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个替人部队拍了不一定会死。哦，这是替人部队了哈。这卡叠加哦，这光线的问题哦，得替人的告他家了哈。啊，这是荷兰人为陈显公的替人部队。登陆不到一个月，就占领全台湾。你哪会知道，你这荷兰人，你守军有几名？不到，在台南不到1,000名嘛。啊，你派24,000人、25,000人的军队去打，不到1,000人，啊，你不到24天你就打赢嘛。哦，这个打胜仗也不说很厚了，哦，但是打胜仗，哦，他来到台湾后第18天、哦、就发表屯田令开始行善。你到台湾要占领完的时候就开始行善，种米种田、哦、就开始种了、哦、啊，彻底解决粮食的问题。啊，荷兰人在山顶在城堡看讲，啊，你都要不建言，都开始在外头在挖土啊，在种啊。啊，这荷兰人哦，其实建一年就走，建个过冬年的二月初一，哦，一四月来拍嘛。哦，咱用个新历讲的，哦，1662年二月初一，荷兰人就走。这张图是这个热兰折成哦，一脚跑，你若为这几个吼，你保死无疑。但是因为河滨哦，有摕这个航海图和陈显公，陈显公为这鹿耳门这边登陆，啊，这边这个、是内海，吼、哦，以前台南哦，赤坎楼哦。一个叫做 provincia， 哦，赤坎楼加这个热兰折成哦，这中啊这是海，哦，啊这是一坤星、二坤星、三坤星，哦，一共有7坤星，哦，哦，啊伊位置之外，所以吼、哦、无受到荷兰人的炮兵的袭击，所以陈显公这回战争赢。
战争是赢了哈，顺利了。但是有什么不顺利呢？为厦门来的补给无理想，哦，在厦门的迄个将军这个军粮的这个地台，还是陈成功的压制了哈，无法一台船到台湾呐。和台湾的兵啊，无物件通食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陈成功就会想讲，哎，父师先定罪，就是讲哦，副官就是正太哦，你做代志做无好势，哦，都爱定罪啦，吼、哦。陈成功哦，命令所有的家眷搬来台湾居住。叫大家继续来台湾住，但是水土不服、哦、台湾有马拉利亚等等，边只七八成死亡啦、哦啊、但是你那不来就太过于肃杀，人心惶惶、哦啊、一挂眷属来、哦啊、一挂人死、哦哦、1662年2月初1荷兰人订约，甲统治台湾38年的台湾撤离到巴达维亚。哦，1662年，伊迄是1661年4月21日来打台湾，啊，你看看呢，2月初荷兰人都走，打就要一年啦。哦，啊，这是荷兰人画图啦，荷兰人对陈成功已经惊咧。因战败，因走。啊，这个物件去多找，这个物件哦，在荷兰海牙吼、哦，因有详细的记载，所有的历史记载，所以咱的资料哦，唔是为汉字那边找来，是为欧洲那边找来。哦，这是讲台湾的战争啦。阿公满清伊嘛要和议，伊就派陈志良吼，道清了，奉封做同安侯啦，哦，阿侯阿看起来是相当风光啦，但是1654年下令陈志良的两个囝，哦，来。厦门炸一粒印啊，海成功之印，功是大于侯哦。囝哦，你我封你的囝郑成功叫做海成功啦吼、哦。叫阿哥陈志良亲笔写一批，叫陈成功来导航，啊、但是陈成功无要导航啦，吼、哦，啊无要导航。啊，两个里里落落讲一大堆话无效啦，直接讲败就败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1652年，直接讲进兵长泰等等的所在的时候，喏，清军受挫，哦，啊，这个时候永历帝的西南由李定国出兵，哦，啊，伊嘛是用个何以招服的手段。因那建伟呀，完全建伟呀，都讲合意啊，招服了哦。啊，清廷逼迫郑芝龙写信给郑成功，哦，叫伊下配合伊，哦，啊，合意无成，郑芝龙就入狱。你无法度甲恁囝哦，叫恁囝来导航完成，啊，你爱死，哦，就入狱。所以1646年投清，无到8年就打入监牢来对。做汉奸哦，无到8年的时间，风光不到8年就到监狱里面。哦，啊，满清已经看陈志良哦，眼中无利用价值。哦，啊，成功。39岁就死，怎么会死？
哦，这有原因的啦吼。1961年，陈志良认为，满清认为陈志良无利用价值，所以吼、哦，王国一个家人是因请的去告发，的一个真细项的理由哦。甲伊陈志良甲因囝谢忠、谢温、谢英、谢美，甲小弟郑芝宝等十一人一起屠杀。你要做汉奸哦，要做歹奸哦，爱注意哦。你若无利用价值，抬全家一起抬。这就是一个案例了、哦、你想说这个国民党过去跟共产党在台，共产党会跟你卖机的吗？也是做一个做一群会跟你抬衣裳，但无利用价值的时候做一群跟你抬衣裳，这个是一起被屠杀，这是一个证据、哦、所以这样看起来，他本来他说一克三姓中毒的因啊，在等你。伊连这条因啊都无看到，都命丧北京了。哦，这就是人间悲剧了。哦，这就是讲要做汉奸、做歹奸的下场了。哦，台陈志良在一靠了，满清政府无停手。哦。佫派即个人哦去甲陈成功历代祖坟挖开，破坏陈氏祖先的风水。哦，风水哦，甲骨头捡起来，用个铁链啊甲连起来，用个叉甲夹起来，因为尸体已经袂到阵了嘛，叉甲夹起来，连啦啊油锅，甲你侮辱。侮辱不是侮辱人，侮辱这个尸体，侮辱这个骨头，吼、哦、啊油锅啊到个一个声，入去加加大，吼、哦、啊第二天搁起，搁油锅搁去另外一个加加大，安尼来侮辱，吼、哦、极尽虐待的处理。1662年正月，陈成功在因老爸死。在哭、哦、望北而哭啦。伊讲哦，当年你若听我的话，哪有今仔日安尼死？哦哦，啊，佫买首歌传来讲，因无哦，去用安尼创哦，啊，所以哦，伊气得要命，这是陈成功死因之一，心内受到影响。陈志良生有七个囝，大汉囝成功，第二囝、第三囝、第四囝、第七囝吼、哦，第四囝吼、哦，1661年七九月，吼、哦，伊这吼、哦、去用猝死了哦，这个消息传来，和陈成功，陈成功吼。讲后许代志，恁传唔到，唔敢哭，但是暗时偷偷地哭了吼。陈成功老母一个生一个囡仔，生一个囡仔的名叫做田川七左卫门。因为陈成功的老母叫做达卡瓦田川呐，吼田川氏，啊田川七左卫门。但是这个人哦，都应该是甜哈、哦。但是在台湾的电视中青会无承认这个人，认为这个人哦，可能不是陈志良的后代，哦，安尼啦哈、哦，不认为七左卫门是陈志良的囝。但是七左卫门哦，后来阁叫姓田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台湾的姓田的人吼、哦，
是不是天师后的后代？不是，因为天成功失败了后，天师王朝灭亡了后，所有四殿的拢拖拖出去。哦，台湾即个四殿的拢拖拖出去，所以台湾无一个人讲，我是阮安公啊，阮太祖啊，是天成功无即款的名造出来。西隆啊，西隆就是西隆嘛，也是有啦，西隆哦，买酒嘛，走去北京，好，无紧。永历帝伫缅甸弘掠去。但是哦，迄个面貌哦，生起来敢若皇帝咧，十分英俊，大家人哦拢惊一个吼、哦。但是吴三桂该剿于昆明市郊，都太死，吴三桂该太死。哦，这个永历帝死应该改元，就是讲哦，这个、中国的这个。比如说康熙几年、乾隆几年，什么，哦，就是讲康熙死了后，哦，就雍正，雍正死了后，雍正一年、二年、三年，当然雍正到八年死掉，就换乾隆一年开始嘛，哈、哦，这个永历帝哦，死了应该改元，但是帝前公公无要改，继续用过，哦。永历帝的年号直到亡国。六月二三，陈成功穿衫穿好势好势，伫台南安平吼的古堡顶头吼，命左右可以去点将台，用个望远镜看海上。有尊者为厦门来无？哦，为厦门来无？哈、哦，伊关心哦，因为哦，迄个时阵哦，伊知敌军犯错哦，啊，伊第四个部发生关系，要杀敌军，啊，这个命令已经落去，要去杀敌军，啊，唔知厦门有消息传来无？伊个。但是无准来，啉几杯酒，酸吼、哦，哦，长叹，哦，转死去。陈成功死了后，伊个小弟郑士琦，哦，专摕一块红布甲伊个面盖起来，哦，发丧，哦。就所以讲，陈成功迄个时阵39岁，伊隆重统治即个陈氏王朝16年。啊、哦，陈成功6月16日，5月初，所以得病，23死亡，干那7天了尔。敌军乱轮，哦，将领不听遵命。不听命令，吼、哦，伊真气。因阿老爸阿叔小弟在一个人同台死，吼、哦，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，所以伊的死因是啥？一个一个死因，人讲伊得着马拉利亚，吼、哦，人讲你得着马拉利亚，你予荷兰医生看，伊敢若歹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就死。有另外一讲，伊讲气功啦，哦，发狂死掉了，哦，这就是陈氏王朝，到我这个所在，这个抗战，所以引起什么？引起这个王位的争夺战。敌军过去有掌握兵权，因小这个陈成功的小弟吼无。所以哦，这场战争哦，
李成功的子吼，李景阳吼，这个是李成功写的字啦，写个足水的，吼，有力，吼。你是文书法专家咧，你看了有水无？袂歹，写得不错吼。哦，这是业绩啊！哈、哦，狄仁公一在菲律宾有太华人，啊，准备嘛要去挨太。伊讲我荷兰人，我都拍伊啊！你菲律，你西班牙人，你有啥物？我嘛要来甲你拍。哦，专哦，第吕宋对菲律宾的汉人有数十万。人数无平台湾较少，吼、哦，专派一个罗马神父李克罗，这个人讲这个丁志良是天主教教徒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丁成功是不是天主教徒，唔知啊，啊，啊，伊摕到丁成功的批，吼、哦，去见吕宋的总督。伊讲要出兵帮助伫吕宋的华人，吼、哦、啊！这个菲律宾人吼、哦，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惊一个啦吼，啊、哦，这吕宋岛吼，诶、哦，新加坡、新几内亚、台湾，吼、哦，西班牙人看到这个国书吼、哦，大惊一个。较紧嘞，专集体屠杀吕宋的华人数以万计，专较紧嘞，泰华人数百，满清即挂人哦，看华人在海外去用台哦，一点都不动心呐、啊，恁太太去试试好嘛，哦，啊，但是提前讲哦，准备要去台，但是。狄仁公死，狄仁公死了，敢有人会继承狄仁公的这个意愿去打吕宋岛？无。所以哦，这个历史哦真奇怪，吕宋岛嘛是可能变成台湾的一部分，哦，但是因为39岁狄仁公死亡，哦，无去打吕宋岛。OK， 啊，我今日一个无，无紧啦吼，咱即摆得来检讨啦吼，狄仁公。收台湾，奈来摕台湾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叫做何斌，摕一张文件，一张海图，讲台湾沃野千里，吼、哦，粮饷数十万，吼、哦，啊，狄仁公心动，转来摕台湾，啊，摕台湾的时阵。这个伊个军队是25,000人来对付在台湾的1,000名的菲律宾人，荷兰人，哦，啊，一战有全赢，全占了台湾，占着台湾了后全开发，所以狄仁公死了后，刷落去。全满清内乱，无狄仁公的内对内乱，吼、哦，在厦门、金门的部队吼，无、哦、要听台湾的命令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这边的军队也无力，吼、
啊，所以伫厦门、金门吼，都叫甜经。吼、哦，啊，甜经转来台湾，收服了这个郑世袭，郑成功的迄个兄弟郑世袭。啊，郑世袭去用收服了了后吼，转吼、哦，让一个吼、哦，转去满清迄边，吼、哦，歪这边啊，走去中啊。啊，这个国吼、哦、都里里落落，所以田经吼嘛是早死，嘛是三十几岁就死，三十九岁嘛死。哦，啊，内底阁发生啥物问题呢？田经的囝，大囝，甲第二囝，大囝十七岁，大囝十七岁吼、哦，这个应该。继承老爸的职务，但是第二囝哦，七八岁已经娶一个某啊，娶这个某吼、哦，这个某的迄个丈人哦，专设计，甲田经的迄个大汉囝抬死，所以这个田氏王朝吼、哦，乱七八糟，无偌久。西隆来，啊！西隆来一下就把台湾摕去，吼、哦！啊！西隆摕去了后，田氏王朝都全结束。头尾年拢总二十三年的满，诶，这个田氏王朝真可惜无去啊！吼、哦！田氏王朝无去了后，换满清来统治。啊，满清敢有较好？满清歹咧，满清人来个台湾，吼、哦，这个因吼满清人无要来台湾，是派汉人来台湾。西隆吼、哦，西隆唔就甲建业的消息报予皇帝知影，皇帝康熙，啊，康熙讲。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台湾配他那多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，得到我也无叹什么，啊个牺牲嘛无差什么，因为安怎即个康熙皇帝安尼讲，康熙皇帝满洲人。第一六四四年进入去北京城的时阵，人口大波查某连囡仔加起60万，但是当时的汉民族的人口6000万，啊那加一寡无交税金的1亿，所以无到1%的满洲人来征服。这个大100倍的汉民族，欢喜就欢喜死啊！啊，台湾算什么呢？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哦，啊，那汉民族哪会这样给咯？因为这个原因，儒教，咱他都要顶。顶节课，当牧师在讲的儒教吼、哦，这个教吼、哦、是叫你做乖乖派，做顺民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无法度叫你做一个正式的人。啊，儒教这种宗，这种吼、哦，这种和这个汉民族吼、哦、灭亡。别的无到1%的人，啊，所以满清皇帝不爱伫台湾，啊，要怎奈个摕台湾呢？西隆写批去予皇帝，伊安怎讲？伊讲头一点，台湾乃沿海四省的屏障，有台湾对应保护。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，
四省的屏障，那些皇帝知影，哎，无卡抓了，哦。伊讲，但是第二句，派去的兵，派去的人，三年一任，去台湾，干来用做三年官，啊，都爱调度回来。哎，这皇帝听了，按着。你若久哦，去到台湾哦，会跟台湾人哦结成一个团体。啊，去三年的时候哦，你不会结成一个团体。啊，所以台湾有一个俗语，讲三年官，两年满。所以三年的官哦，两年落地就得个满满满。哦，三年官，两年满。哦，啊，三年官，两年满了。搁刷落去，不准西卷。你袂使讲，我要去台湾做官吼，哦，我是省长咯，我是啥物长咯，我带阮某无带阮囝，你规家族啊来去，袂使。你家族啊囥喺中国，做满清皇帝的人质，你若当台湾想嫁人，我都甲恁囝、甲恁某抬死。所以来台湾的人哦，到我这阵来哦，有一句话讲哦，咱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，啊，要安怎证明？林玛丽说哦，通过 DNA 讲，咱的血统85%是这个扁柏族。啊，对啊，唔对。啊，要安怎讲？要安怎讲？对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即吼，即个比落去吼，将来有积存哦，必破足。啊，卡吼、哦，必损啦，这拢是必破足的特征啦。哦，啊，你若有这个特征吼、哦，你必破足。你讲，我不是中国人，我是台湾人。啊，所以三年官两年满。啊，来个台湾的官甲兵哦，来个台湾了哦，转哦开始胡作非为。南山族满清兵无要来台湾，满清人无来台湾，所以伫台湾反清吼、哦，伫反长山无反满，不反满。所以一寡有一寡代志啦吼，我话今仔日讲啊只一个段落，谢谢各位，请起立。起来。